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深夜读书，每晚陪伴你。每个人的人生都会存在不同的追求，有人追求生活的高质量，有人追求精神的升华，也有人追求行为上的刺激。古语说，处事让一步为高，退步即进步的章本。所有的事情都存在它的度量，每一种境界都有它的规格。今天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，层次低的人都喜欢两面三刀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，你的点赞和评论是延安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喜欢，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。古人言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一语道破人生，人之初，初识世界，看什么是什么，活得简单。随着年岁增长，经历世事，层次低的人被名利所困，被欲望驱使，乱了心，迷了眼，越活越复杂。而境界高的人，经得住诱惑，守得住初心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越活越简单。层次低的人炫耀，境界高的人低调。古时候有一个秀才，以为自己很有才华，心高气傲。有一天他来到一座庙宇，找住持谈词说赋。住持看他很高傲，闭眼不语，只是不停地倒水。秀才看到水从杯子里流出来，但住持还不停手，秀才就说水满了。后来秀才领悟到住持的用意，顿时羞愧万分。俗话说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现实生活中，越没本事的人越喜欢炫耀，但无论他们怎么炫耀，也只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。反之，真正有本事的人往往都很低调，他们不显山，不露水，就像成熟的稻子，总是谦虚地垂下稻穗。莫言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，他说自己不要把这个当成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，绝不要轻飘飘的，要站稳脚跟。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，自己会尽快从获奖后的状态中摆脱出来，赶快写作。菜根谭里说，地低成海，人低成王，意思是地不为其低，方能聚水成海，人不为其低，方能服众成王。一个低字蕴含着深厚的底蕴，更是做人的最高境界。人这一生其实没有什么值得真正炫耀的，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保持低调，常怀空杯心态，如此才能走得更远，飞得更高。层次低的人气大，境界高的人大气。曾在书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位福利院的院长为遗孤筹募基金，他来到一家酒店，看到三个人在里面玩牌，便上前去请求他们为慈善工作捐一点钱。其中有一个人脾气很大，他咒骂院长，说要上帝降祸于院长，甚至还朝院长脸上吐了一口口水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院长并未生气，只是平静地取出手帕擦掉脸上的口水，说现在我的那份已经得到，先生，可是我的孤儿能得到点什么呢？那个人惊呆了，一时语塞，他狼狈地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院长。正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对待卑劣之人，有时候忍让比以牙还牙更有力量。因为层次不同，再怎么争辩也争不出结果，反而会拉低自己的境界，到头来只会两败俱伤。雨果曾说，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。一个大气的人，不仅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更能以豁达的人生态度面对生命中的起起落落。苏轼一生颠沛流离，屡遭贬敌，但他始终无畏风雨，处之泰然。而也正因为他的这份大气，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奇迹。人生旅途跋涉，难免风风雨雨，欲成大器必先大器，心大事就小了，心宽了烦恼就少了。
层次低的人两面三刀，境界高的人真诚以待。这样一句歇后语，王熙凤的为人两面三刀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王熙凤在得知贾琏偷娶尤二姐之后，她先把尤二姐哄进贾府，背地里却指使丫鬟不要让尤二姐的日子好过，之后更是借刀杀人，利用秋桐活生生逼死了尤二姐。最终她也因为自己的两面三刀，落得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亲亲性命的下场。反观刘姥姥，上至贾母，下至丫鬟，她不分贵贱，对每个人都真诚以待。虽然她土里土气的，却深得众人的喜爱和信任，而王熙凤更是在临终之际把女儿托付给她。有人说，真诚并不是一件漂亮的外衣，也不是一套随时可以戴上的面具，真诚是一种相伴终生的人格力量。真诚在于一个真字，因为真所以简单，因为简单所以靠谱。与人相处，真诚才是最重要的，越真诚越靠谱。中庸里说，诚者物之始终，不诚无物，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生活难免磕磕绊绊，但不管怎么样，都要努力做一个真诚的人，不虚伪，不浮夸，脚踏实地。要坚信，只有真诚待人，生活才会以真诚相待。层次低的人恩将仇报，境界高的人知恩图报。电视剧《安家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巩先生因为企业财务出了状况，急需用钱，便委托中介卖掉祖传的老洋房。不曾想半路却杀出个太表姑奶奶，她带着一家人赖在那里不走，狮子大开口，要5000万的搬家费。想当年巩先生的太爷爷看他一个寡妇带着孩子不容易，出于同情，给他们在院里搭了一间平房住，管吃管穿，还供他的两个儿子上学。如今得知巩先生要卖房，他们一家人不懂感恩也就算了，甚至还反过来勒索巩先生。知乎上有人说，这个世界永远是明白人在照顾不明白的人，明理者会尽力做一个善良大气的人，而无知者众会在得到一点点帮助时感谢，慢慢就变成帮助再多都麻木不仁，甚至索取无止境，没有感恩心，只贪婪求取，自己私利最大化。古人言知恩图报，善莫大焉。人生在世，无论是父母的养育之恩，还是朋友的雪中送炭，亦或是陌生人的举手之劳，我们都不要忘记，一定要懂得感恩，学会知恩图报。从知恩到感恩，再到报恩，这是成长，更是境界。永怀感恩之心，常做恩惠之事，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人生才能越走越宽。层次低的人复杂，境界高的人简单。道德经里说，万物之始，大道至简，言化至繁。世间万物看似复杂，其实本质都是简单的。层次越低，人越复杂，境界越高，人越简单。复杂的人永远拼不过简单的人，越简单越幸福，越复杂越痛苦。精于心，简于行，简到极致是大智，简到极致是大爱，大智若愚，大爱无疆。学会简单其实并不简单。林清玄曾说，清欢是生命的减法，在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绑，回到最单纯的欢喜，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景。往后余生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告别复杂，回归简单，即便历尽沧桑，依然能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与朋友们共勉。今天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最后，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，也期待与你的互动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